小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啊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爸，我回不回来，由爸决定。爸，你希望我回来对吗？是啊。要我回来可以，我有一个条件，让我回李城。可以。我还没说完，我回李城不是回去当营运部副总，我要当总经理。总经理，总经理这样工作量不是更大更忙了吗？只要你答应，我就立刻回来。这场交易由你做决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这不是交易。我承认想要改变你这件事情我失败了，而且给你带来伤害。既然你执意要追求这样的人生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那我回家了。终于当上总经理了。你找我？每天运筹帷幄的总经理居然会找我？想必你应该已经知道周刊的事情是跟我有关了。怎么样？现在朱家是不是已经闹得乱七八糟了？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开始起疑的？陆金洲，你错就错在你不应该急着把那8000万要回去，是这个让你露出破绽。赵关山，你不是说投资这个生技医疗肯定能赚钱吗？我赔惨了。你赔惨了又怎么样？我也赔惨了，好不好？我是我身边能动用的资金全部都投在里面了。那也是你自己惹出来的啊！有传言说是因为你得罪 Aris， 所以他们专门针对你投资的标的物进行操作。Aris， 我跟 Aris 有什么关系 ？Aris， 等一下，这个名字好熟。Aris 不就是接收李承的那家公司吗？他们老板是陆静洲。对，然后我就想不透。我跟你并没有任何的交集，也没有任何的过节，那你为什么要来弄我？所以我就跟踪你，没想到这一跟踪我就中了头奖。董事长跟你报告，赵关山那笔8000万已全数收回，后续就看您想如何处理这笔款项。
比我想象的要快啊。你的工作效率真的很高。董事长交代的任务务必尽速完成。那董事长我就先走了。好。陆金城不是已经把李晨给吞了吗？他对楚成富干嘛这么有礼貌？哎喂，是我赵冠山。你之前是不是有跟我说过你有朋友在越南？好，对，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查一件事情。我也真的是服了，朱正富他居然可以去玩一个假破产的游戏，而且还入戏这么深。哇塞，有钱人的脑袋，我真的是怎么样想我都想不透。原来是这样。明白了，吴警总，我赵关山这个人是有仇必报。你若是想要我死，那我就会要你的命。怎么样？这一拳打在脸上的感觉，痛吗？很痛，得到指教了。请进。谢谢你来。你还好吗？看起来不好吗？我只是想关心你。容我提醒你，今天是来交接的，所以除了公事之外，其他事我都不想听。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吧。这份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案子，这两份是还要在开会讨论的项目。还有这份是跟邵董的合作案，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。我没有问题。所有的电子文件档都在电脑里，文件都已经分好类了，你应该非常清楚。这我知道，毕竟我之前是你的秘书嘛。这些柜档分类都是我做的。如果你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，你可以离开了。还有事吗？小童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是我可以肯定，他还在盯。盯？什么时候我才能再次靠近你？我还有这个机会吗？